你脑子灵光，你找工作跟写段子一样容易。可我呢，我熬了几个通宵，我就为准备这次面试。我还以为我自己遇到伯乐了呢，结果就是个骗子，骗子还那么体贴绅士，你考虑过我吗？你钱虽然被骗了，但你得到宝贵的教训啊，这不亏啊！啊，这人生路上还不遇到几个坎儿啊？那你见过一出生就在坑里的吗？我一出生，我连自己亲爹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一出生我就是个骗局。来来来来，给我。慢慢，我喝成这样呢。叔叔，我觉得您跟阿姨吧都是特好一家人，但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有点精神大条了。可能你们有生活有阅历的人，随时都可以想通，但小咪不行。他说他没事儿，但并不代表真的就走出来了。